望东海，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，秦唐自古繁华。童年背诵唐宋诗词的噩梦，你又忘记了多少呢？背诵全文的奖励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带你走进最美大宋。天大地大，唯道理最大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成就最高的时代，没有之一。王凯饰演的宋仁宗，仁厚爱民，善于纳谏。各位的历史知识有没有还给老师呢？仁宗时期的科举制完善，人才辈出。用苏轼的一句话说，仁宗这一代出的人才，够三世子孙用的啦。四大发明，敢问谁还不知道？造纸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、火药，仁宗时期就占了三个。语文重要知识点，唐宋八大家，仁宗时期更是一口气包圆了六个。还有聪慧有谋略的晏殊，忠诚能干的韩琦，清正廉洁的范仲淹，假意逢迎的吕显，真是当得起一句天下英雄进入五构中矣。丑不至于祸君，宋仁宗竟是个颜控。曹皇后作为是深宫中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，要怎样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？史书中记载，曹皇后性情慈爱，能文能武，但前有青梅竹马的辛和，后有肤白貌美的张贵妃，谁让宋仁宗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猪蹄子？这个功名只有你能完成，你永远要做你觉得对的事情，做你自己心中的皇后。你不怕朕生气，不怕朕冷淡，不怕朕废寝，不怕死。我丹叔与夫君一体承担。渣男，渣男。想要晋升张贵妃的伯父，却被包公啐来一脸唾沫星子。试问谁家的皇帝做得这么卑微？这要是换到大清王朝，抬头看皇帝一眼就会被拉出去斩立决。第一个斩喽，再抄了他的家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为人君，止于仁，善于纳谏，也使得仁宗成为守成贤主，才有宋代的盛世王朝。梦里花开花落，宋代你又知多少？跟着你老师一起看剧长知识吧。